超舒服的。哇，这是 Cruise to Nowhere， 终于可以看到不同的世界了。Hello， 宝宝们，你们好，看得出来我在哪里吗？跟你们讲，我现在在夏威夷度假，看一下我这里的蓝天白云，然后你再看一下我前面的游泳池。为什么这个时间你在公司天台？刚刚老板找你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老板找我啊？对呀。啊，真的？哦，我马上去。前年的今天，我在韩国跟我的欧巴一起拍照。我几时才能见到你啊，欧巴？哇，巴黎沙滩好美啊！哇，印度巴达。不是减肥吗？怎么拿这么多零食到办公室啊？因为 COVID-19 我们不能出国，所以只好买这些零食来代替。这里有新加坡口味的，日本口味，韩国口味，还有泰国口味，我们来一起吃吧。好。哇，好想出国。哎，快点做工。好 OK 了。哇，这样度假的感觉嘞，哇，超喜欢 staycation 的，就很像可以出国的感觉，哇，好喜欢这里哦，这里风景超美的哦，哇，你看那边，超爽的。现在我们在一架飞机上。那我们到底要去哪里？我们去夏威夷度假呀。Oh my god， 又发作了！我现在打给精神病院。啊，先生可以帮你吗？50大。50大啊，你稍等一下。你要买哪个国家啊？马来西亚先开 border。啊，马来西亚开 border 先哈。OK。这样我可以赢多少啊？你买50块啊，可以赢5块。5块？你跟我开玩笑啊？没有哎，5块。先生，如果你不要买的话，可以先离开，后面很多人呢。可以，100块，100块，有买有希望。